阿迪。阿迪。嗯。你帮我送货去美兰哪一家？哦，你等我抱出去。我打。阿弟还有个爹，你们多阿塞，妈妈很多工作。哦。我一直以为这间杂货店是妈妈的全部，是她生活中的第一名。伊娜，妈来好给你动一手。今晚找爸爸回来说，你们几岁啦？你们的爸爸妈妈。回家帮忙顾店，那个自华的阿妈会到店里来寄东西。在哪里？到时候帮忙一下，地址在哪？原来这些不起眼的小事，我带了故意我玩过。哪里？只是稍微帮个忙。你说话。但是对其他人而言，却是很重要的事，难怪妈妈总是这么在乎。我们不能让他过手，我打灯。奶奶呢？给他过感谢，给他过道谢。阿姨，妈妈说等下就来接我。阿拉跟阿姐呢说，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，那么多干体力，我们不打干嘛工作？一个阿姨不想把我做得到。Sapa rucu en ame arai ku yang mesti butai ku sana matu asai dia ho. Iku rifa rucu en sama anu pa ini ku nyaro. 我以为这间杂货店是妈妈的全部，原来是生活在这里的人。麻烦大多，谢谢喽。干嘛？想买烟呢？报读书吧，你们才几岁？哦，麻烦给什么东西都不用摘。